我们去健身房了啊，说好了求游的，这求游的太不地道了，有一种罪恶感，吃撑了。好意思吧？有点不好意思，这个我肯定好意思，这个强项啊。就是里边有好多小美女，啊、好像是。你别看那个背影，那个年龄就是都挺大了，大了已经。哦，啊，快四五十岁了。哇塞，那我也得练呢。你看背影，你感觉到他很怎么样？我以为二十多岁了呢。四十多，四五十岁了。哎呀，我一看脸，我看背影，我都有二十多岁呢。我一 看正脸，这么大年纪，退休了估计都。哎呦我去！说明说人家经常锻炼，保持得好，本来就是身材就比较还可以。嗯、你再锻炼会更好。对，说的对。你有时候经常压力太大，一个人，其实健身并不是要练的怎么样，而是它是一种泄压的一种方式。嗯，对。吃这个会说，搏击。你那是叫我健身的，你这不是练搏击的吗？啊，这是不是练搏击的吗？他不是搏击会的，但是是有健身。我还以为打人呢。来健身房喽！一进门就看到两个瘦弱的小哥哥。哎呀，这样子啊。在这听到一声声惨叫啊，也没看到一个帅点的。你说有几个小哥哥哈在旁边练，我也跟着一起练，边练边聊天多好。这儿也是，因为你还没有活动开，所以说容易受伤。然后在练之前的话，这袜子没漏洞啊。练之前的话，放在腰上，放腰上，激活一下你的腰和背，爬上去，然后这样子拉伸一下。啊，就是会移动，对，用膝盖，用两只脚掌，对，等会儿啊，屁股被夹了，断了，哎呀，断了腰，能老腰了，把你的肩膀。哎呀，不行了，这样子，好，好，好，然后我们再增加做一下这个点啊，放在大腿上面啊，然后再往前再简单一点，然后这样子啊，这个就好玩了，这个就是刺激刺激的肌肉，这个讨厌，还有这种放松的方式，然后呢我们先活动一下腹部，把腹部放在上面，对，放在你的腹部肚脐眼的位置啊，然后你的手撑在地，手撑在这样的上面，这样，我要靠你的腹部前后拉伸你，对，把晚上吃点饭全挤出来了，到我们这里，然后我们练点简单动作，就这个是，这个脖子这儿酸，就这个地方，这个颈部。对，所以颈部酸的话，你躺下，就其他的地方放。然后放轻轻，这个位置。对。不是在训练，是来做康复。按摩的，我是来按摩的。你是做来康复放松的，这里的话放松一下。哎呀，这地方酸呀。背部还好，就这个地方，是这个颈部三角肌位置。对。是来放松的，我这按摩特别腹背呀。你是来放松的，你不是来训练的。行了，不能欺负人了，行了，差不多行了。去，对，然后双手抱头，
坐下之前他也不起，然后呢？起不来。七楼啊，出来透个气挺吓人的，惜命！哇，景德镇的夜景真美啊！制高点。哎呀，现在可以航拍了，朋友们，制高点，看看景德镇的夜景啊！哇，不行了，我腿麻。恐高没有别的意思，出汗了。景德镇这儿全是好吃的，就是这两天真吃胖了，都是高热量的，淀粉呀、糯米呀，然后碳水呀，这个，反正全是好吃的。老年人的活动方式。知道为什么我这肩椎不舒服吗？就是长期工作以前的时候坐办公室坐出来的毛病，肩椎还有腰椎现在好了，因为玩了几年自媒体也没怎么久坐嘛，就是不能常坐就是不行，自媒体把腰给弄好了，但是肩周还不行。哎呀，一身汗呢，除了汗就是油啊。哎，我的妈呀，吓死了，天哪，害怕了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天哪，哎呀妈呀，这一拳头和一脚给我踢碎了，吓死，哎呦我的天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太有力量了，说的都给我吓坏了，看我这一拳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拳头啊，这轻了他打不动他呀，这话说行啊，这话说的就打的话就是速度收快点，收快点，不要用死劲，不然你的手腕受不了，手点到为止啊，对，速度轻轻的，这怎么了，甩呀，我自己甩啊，这是练什么的呀，这是第一遍核心练的，第二遍是第一遍瘦的，可以单手我甩他，对，我